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能补就补啦，不让我补，我肯定不是瑞文的对手啊！前期，先喝一瓶药，我们多一瓶药。还是老样子，前六级尽量能不死就不死。这边，对，我就感觉他一直那边，这蜘蛛懂我意思。在搞什么啊？不是当面过来吃果子呀？你一个人去干什么呢？因为看不懂你在干什么呀？哎，真无语了，刀妹在干什么？不知道呀，一个人在那边，搞得我亏死了。没办法，我补刀有点烂了，本来就是亏线去控这个豪虫。豪虫没控到，人还死了，还没拿到人头。瑞文都八级了，真是亏麻啊。修的有点歪了。我没大招呀。这把发育很差哦，瑞文大逆魔刀 NB， 不过这版本大逆魔刀没那么厉害，就是说，不是说出了就打不死，版本不一样，上个版本出大逆魔刀可能。好了啊，这个吧 ，A 是他，他触发的影魔刀我们就平 A，A 就完事了。那我来吧，触发影魔刀就别放技能了。
法师也是能 A 能平 A 的。 把他打残，曹冲马上刷了，赵信又来抓我了，假装要出去，啊，不是一片你就上当啊，啊，你看右级，别别别，他给大礼摸到了。 大的呀，赵信，守卫的很好，来来来，走一个给我看看，啊，很亏的呀，你这样，我还以为你有跳墙呢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跳墙啊。 要试试我的宝剑，是否锋利吗？哦，看看跟我皮，现在的影魔刀就是一张纸啊，现在可不比从前啊，大伙出出都非常的高，影魔刀就是一个很虚的，没什么用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啊，版本不一样了，影魔刀它也挡不住啊。哎呦，21分，哎呦，还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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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加一把，又回来了啊！搁这反复横跳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